姐姐会用夹的，已经是大姐姐了。怎么弄这个好玩呢？哦。他受不了了，太想吃了呢。可是要煮好才能吃啊！是啊，煮好才能吃。倒回一碗呢，倒回去。再拿出来倒八瓣都没有了。哇，你们都没有人倒回去，所以都没有了。要吃不？要吃你不要跑出来了，两米锅内了，大家都没抢。我关于的玩具都被抢了。啊，都没有了，怎么吃？没有了，有啦，那姐姐拿回来。干嘛？这个大姐头一个人按杠两大碗。可以再煮了，可以再煮。好了，一的倒下去，乖乖的倒下去，重新开始。